继续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曾瑞雄，今仔日宣布要来参加到滨东县长党内的初选。伊讲伊有信心会当予滨东县为台湾尾变做台湾头，予滨东超过高雄。也毋过地方有风声，讲这个滨东县长潘平安是支持着立委周春美来接棒。曾瑞雄是来回应讲，指定这个接班人毋是滨东的传统，更加毋是民进党的文化。今天我正式宣布参选第十九届屏东县长。十几个立委议员支持参选仪式真热烈。唯一支持庄瑞雄。曾瑞雄讲，自己是屏东出身，无可能放弃希望。我从小呢，我就必须要帮我的父亲带着菜到市场去卖，因为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小麻痹，所以我常常我求学的过程里面呢。我常常会缺课，我常常会迟到，因此啊，常常会受到处罚。除了求进步，曾瑞雄嘛发出竞选口号：屏东拼过屏东，屏东拼过高雄。苏巧慧马上攻剑，洪忠良马上爬山鞋啊！党内嘛想要步步高升，选屏东县长的个周春美，进前传出潘明安公开支持周春美，尾啊潘明安八回，嘛予选屏东县长变甲真竞争，搁紧张。那现在党内的初选，大家就各自努力，结束后就团结一致。指定接班。从来就不是屏东的传统。另外，张嘉滨也要参选。曾瑞雄话，屏东拼赢高雄，张嘉滨是强调合作。台湾的各个城市也要彼此合作。庄瑞雄委员跟我目前在民党内竞争初选提名。但是未来在大选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共同合作。曾瑞雄在要党内遴选出来，差不多在四月左右。民进党最近也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，不过党内人士讲，要处理选举代志，嘛是爱在明年一月初九罢免和补选选举后再来处理。